好，我们诚心。哎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成什么成？你不是恐婚吗？分人。你愿意吗？同意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哈。哎，你说这燕姑娘不是和白公子是一对吗？怎么这会儿听着像是要嫁给龙主啊？哎，俗话说，只要锄头挥得好，没有墙角挖不倒。咱们龙主是什么人物啊？他拿的那可是金锄头，这一锄头下去，有哪个墙角能不倒啊？啊！恭喜龙主与燕回姑娘喜结连理。哎，白公子，莫要太伤心啊！你好好的门部手在这里瞎鬼扯干嘛呢？啊！你干什么去？你给我回来！你干嘛，白小生？没什么。你俩成亲就别叫我了啊！我是不会去的，让开。